好了，这回就你家了啊，你可看住了啊，宝宝，你这咱家大公主必须得住单间儿。走吧，走。北京那个姐，嗯，得买那个这个牛黄安宫丸。这个 啊，它牌子不一样啊。牌不一样，但是这个老贵了。是吧？行，咱先给那个。这应该是最贵的那个。啊。咱给那个。他这两天吃完状态好多了。嗯。嗯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老舅他们早上来是给喂了。喂了。我看他给那个一些鸡蛋黄啥都给他了。嗯呐，喂了。老舅早上起来又过来喂了。穿点衣服。有个姐啊跟我说，说要把那个把那大金毛放地下。为啥？嗯，她怕从床上钻下来摔坏了。嗯，那关键地下怎么弄？当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弄好啊。那就给放地下吧哈。那我给它放地下呗，省对省得让给它来回再卡了掉地下啥的不好，一粒好几百。是啊。一下就吃了，一下就吃了。再吃这个，嗯、他俩一块。我先给夏季秋的这个药。啊、嗯。他这药比我那药好点。这药他俩一块吃能行吗？行行，嗯。一个抗癫痫的，一个。那就行。一个是消那啥。好。孩子老太太给拿点湿巾。嗯，好。自己有顽强的一个对生命的一个不甘，就活着那种毅力，要有毅力啊！你说自己不努力啊，我努力没有用，知道吗？你就活出个奇迹给他们看看，你能活着。你要把你救活了，我跟你说。你要好了，我给你庆祝，啊！一会儿把那些狗该发的发开，就那个区域那些狗，那大狗病好的，嗯，别给你放，嗯。你活干完了吗？没有，我来还没干活呢。嗯，刚才找了一圈狗，帮老舅他们找狗，完了我又。有一条狗跑过去，我又找一圈，找了。他们拿几个狗去洗上医院洗澡的？五个，六个。他拿六个狗呢？嗯。哎呦我，咱家里今天洗了几个？咱家今天能洗十几条狗啊！别扎，注意点，别扎你自个儿，别扎手。喂上了，希望他能好起来吧。这面整的方便，这边都没有。咱拿那个消毒的消两遍。啊，这两天一天消两遍了吧。好，这边先停止一下，要不然实在控制不住了。好，别让他头磕着。大表哥下场了啊，抓虎子来了，来这个，哎，
来，巴克，巴克，喂，这大表哥下场，这领给狗洗澡去了，抓狗洗澡，走了。武大，大傻儿子，嗯，长这老大，这台呀，这样就起消毒的作用。对，治病、消毒、跟洗澡，我等他出去再面上。好啊，扒脑袋，你扒他这里面这个腿啊，我都扒这个腿。哎，好。这大狗真整不了啊。趴了也行。哎，对呀，你应该给他们找两件衣服，这两件。一会儿穿上看看。今天来就穿了。嗯。就可以保持的，我就想穿起来，看他小的。对，我们都有队服的。虎子强啊，他比虎子强。您就洗了吗？啊？您就洗了吗？哎，娘要没洗啊。先给他洗，吃黑吃黑的。来，给我们个正脸看看，来漂亮，来看看，哎呀，看吃黑。牛牛，牛牛他认识我，是吧？嗯。牛牛老队员了，一看，嗯，经常洗。哦，不像不像啊。团团。最后抓的是谁呀、啊？小迷糊。小迷糊，哎，我就抓不着他，我刚才就要抓，抓不着他。那你能抓？嗯，小迷糊，哎，我电话没带，一会儿给小迷糊。我再起个名儿，准备。啊。哎呀，小团团，走吧，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，我送过去啊。这个在里面吹呢。你俩还打架呢？小迷糊剪剪指甲，剪剪毛，修修毛。挺帅啊，小伙子。嗯，走，回去吧。哎呀，我给送那个那哪儿去了？就这行，城堡那屋哈。来，给礼物拿一半。你看他八瘦啊，他一直都不胖。哎，咱把大宝洗了吧。大宝你能抓出来吗？能。我抓不出来他。大宝来给你洗洗。大宝洗，拜拜。好嘞，听话听话啊。他没啥病，就给他洗洗澡。是哪都行吧。对。
好嘞。好嘞，大宝，乖啊，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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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宝洗完了，给他吹吹吹，吹干干的，看看大宝。小迷糊。这样来小，对呀、啊，上那儿肩也差不多这样。小迷糊，看看，长得挺好，干净的，白白净净的，多好。白雪公主。不是，他搁楼里养不了大狗。楼房不让养大狗。哎呦，你看他真乖哈，这个脚是假眼睛。看看脚腕多漂亮。行了，那个里的那个行了吧，别给我们忘了。没事，忘不了，没事。整脱水。没事。来，宝哥，我能碰吗？能碰。我一会儿给你建一个历史。哎，不行，你抱不了，你抱。两腿。他挺认识的。啊。这一家人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那宝子呢？你喊我。哈哈！你来吧。我不来了。你不来了，脸都给我吓蒙了。脸吓通红。放弃了。哎呀。受伤害了，刚才白抱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记不住人，他只记我，行不行？小迷糊行不行？行，漂亮。漂亮。史努比进来了啊！史努比进来了。好吧，进城堡，我给你们建这个咱家这长公主，俩长公主进城堡。我来抱吧。你去带，你去跟他看。来，我这个给我抱一个，我给你抱一个。嗯。好嘞，娘俩，这娘俩来，是吧？哥，给他抖了抖。走，给我开门。给他抖了抖。这个小狗给他洗了。这个是大连来的。对。我说叫他飘飘，你看那长发飘飘的特别温柔。啊。我穿这回家吧。走，走吧。这回咱城堡给他打开了，知道城堡是给谁的吗？就给他俩的。对，咱家长公主呗。对，这是咱家大公主啊。进入城堡了。毛毛先进去了。这，他俩进去，别人就不让进了。好，来，这洋洋也跑里了。大宝，他大宝搁里面待着，他看着完之后谁也不能进了。看他在那小迷糊，这城堡这回有人了。那个小北京啊，小北京啊，你快别耍流氓了，快快把他弄出来，他干嘛呢？来，我不敢伸手。小北京。小北京，好嘞，他这娘俩，最高级别待遇了啊！这里面不应该有东西啊，给收拾收拾。兄弟，你看这些狗今天都洗完了啊，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十个、十一个，还有那些应该有二十多个吧，今天洗了。还有大鹿、二鹿。啊。他俩知道。知道。啊。这不亮啊。哎呀，看不出来呀。大宝还挺高兴。啊，这他知道我给安排他家了。城堡给的公主。对。